我系六A班嘅部海莹，我系六A班嘅黄日心。好开心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份副组嘅活动。今日我哋参加咗唔少嘅区内义工活动，参加咗基督教华侍服务处举办嘅爱融乐爱共行嘅义工服务计划。我哋仲喺1月24号参加咗好开心嘅结业礼啊！有好多同学同埋家长都到现场支持我哋，连钟校长都到场支持我哋啊！ 系啊，结业礼真系好开心噶，有摊位啦，非洲鼓表演啦，仲有同学仔分享添啊！我仲知道有参与呢个活动嘅人有唔同嘅体验，其中一次就系陶瓷制作，我都有份参与啊！而我咧都系第一次同智障人士一齐参与噶咋，大家可以欣赏下呢度嘅作品啦，佢哋颜色鲜艳，啲碗嘅造型仲好吸引添啊！ 咁都訪問下兩位參加義工活動嘅同學，了解下佢哋對活動嘅感受。第一位係4B班嘅蕭晴同學，喺活動嘅前後，你對智障人士嘅理解係點㗎？喺活動後嘅分別又係點呢？我喺活動之前，我會好驚㗎，佢哋，但係經過陶瓷活動之後，我發現佢哋好可愛，而且我會更加有信心去接觸佢哋。 唔該晒小晴同學，跟住落嚟係4B班黃樂軒同學。你透過親身接觸智障人士，你嘅感受係點㗎？喺活動之前，我就覺得智障人士係需要人照顧，但係不過透過親身體驗之後咧，我就覺得智障人士好有才能。唔該晒黃樂軒同學，好多謝兩位同學接受我哋嘅訪問啊！哇，原來做義工服務又可以咁多～ 接觸同體驗嘅，我都想多啲做義工服務社群啊！我哋展出咗一啲活動嘅相片同埋感想，歡迎大家到遊具操場欣賞。多謝今日嘅訓苦星期三已經完結啦，下星期再見啦，拜拜。